那未来我们会跟国内的很多的这些消费的平台，或是国内的这个量贩通量贩的超市里面的，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创意的产品啊，能够借由这样平台来销售啊，把我们先生这个精心所设计的这些产品啊，借由这样子的推广，让更多消费者来采用。 这次比赛是以国产米或米谷粉为主题搭配在地的农特产品，变化各式料理，还有米饼、米布丁、米泡芙，从主食到甜点，通通都有。学生也发挥了创意，制作各式的特色米食。赛后得奖产品也会透过超市销售，推荐给国人。